哦，刚好又有大船呢。GLOBE 狙击的哦，这个角度还是看不到哈、还是看不到咯。哦，有看到一点点了，哦吼，有了有了，哈哈，总算了哈、哦，看到屁股了哈、哦。哦，上面那个是九 B 钢结块，下面是驳船了哈、哦。然后再推一点。哦，不过再脆一点，怕会是跑到那个哦，动材料。看看再脆一点能不能，再脆一点应该就会比较看得完整了哦。不过现在这个角度已经是可以看到大概有一半，哦，斜边的一半。下面那个是驳船，上面那个哦，就是钢结块。再后退一点，
哦，这样很清楚了吧？哦，这样就整块了哈、哦。再高一点。九 B 钢结块了哈，跟我们昨天拍那个位置是一模一样的哈。那昨天有可能是钢吹上托板，然后昨天模模糊糊当中看到有不少那个工具机还在那个周围哈。像现在这个角度看起来就一清二楚了哈。好，现在。钢结块上面还有工作人员哈，哦，这个应该算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哦钢结块的最哦近我们所能可以看到的最近的距离了哦。动材料刘宇峰料、米斯特王料、拍到国宝水泥公司、陈宏杰料、何玉书料。YANGHU 料、伟顺料哦，刚刚我一边骑过来，一边在想，我刚刚为什么要那么激动哦？哈哈哈，人家只不过是叫我拍生锈的地方，我干嘛那么激动啊、哦？也是啦哦。哦，刚好又可以拍到工作人员，其实。如果这一栋齁，这一栋不要挡在那边齁，左侧那一栋如果不要挡在那边的话，说真的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齁。有小驳船过去的，哎，这个啊，这个是大拖呢，不是啊，不是，这个好像海巡的。哦，所以他这个应该是昨天这个钢结块刚拖上驳船哦，所以上面应该还有一些装置要装啊。刚好顺便看一下台北港里面哦。桥式起重机。哦，没有，没有在上下柜哦。好，接着往后面看一下。这个是那个十三行文化公园哦，这里是巴黎的十三行文化公园啊，然后哦，这个是文化十三行文化园区啊哈。
飞到这里。好，从这边看淡江大桥就更近了。哦，两边在灌呢，我原先刚刚看到一只，现在第二只也伸出来了哦，赶快赶快，收一收要过去看了哈。然后今天好像那个，对，这个角度看起来感觉好像在吊钢索了。哦，这个主桥塔的位置感觉好像在吊钢索的位置。好，这个角度应该可以看得更多了哈。九 B 钢结块，哦，它上，它好像这个旁边还有那个哦吊车在旁边哈。然后上面还有工作人员，这上面应该还有一些东西要装了哈。恒春雨料日正当中要注意防晒，我刚好在凉亭里面。林天顺料、杰森建料、林国成料、张明治料、张德兰料、OK 了哈，拍到就好了哈。可以收了，哈哈。哦，欸，有一台大船，不知道什么东西进来啊。欸，自己看这个，欸，住在巴黎这边的，哦，这个高楼里面是很幸福的，每天打开窗户哈，面向台北港这个哈，它这个大小船进出哈，看得一览无遗啊。这个应该就抽沙船了哈，啊，载沙的哈，它，啊，这个是载汽车的哈，哦，这个也很大嘞，哦，所以这个台北港哈，越来这个港区越来越大，然后各方面哈越来越齐全了。现在这个区域哈，就是巴黎新市镇的哈，我自己给它编的哈。巴黎也是有一个新市镇哈。现在这个区域就是巴黎新市镇的区域。哦，这边高楼林立的哈。哦，这个地方那个宽就是空地还很多哦。这个应该是算巴黎的从化区了哈，这个地方其实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哈，就是看你要怎么做这样而已哈。这个地方可以还有很多空地啊，哦，各方面的哈，学校啦哈，工厂啦，哦，大楼啦哈，或者其他的哈，一些那个哦，你看这边很多空地嘛哈。这里随着台北港越来越发达，这个区域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啊。哦，OK， 谢谢大家了哈，这一节暂时先这样了哈。
巴黎其实也是个好地方啊。交友的鸟 JINZHIH 鸟，玉质鸟。我昨天有说扫墓请假了哈，不要纠结在那边了哈。而且今天礼拜一，礼拜一通常不会是扫墓的天日子啊哈。哦，一般来讲不会是礼拜一去扫墓吧？哦。OK， 谢谢大家哈，待会去看灌浆了。洋洋生活记者聊。